现在来看，为着要迎接建国百年，元旦的第一道太阳超过有超过13000外的民众，不管这个温度差是有多低，拢来到阿里山的高月观日台。现场的民众看到第一道日头了后，拢拍破啊鼓嘞，毛真侪人提相摄像机甲记录来。我现场民众期待真久的建国百年第一道日头，总算在7:15慢慢为高高云顶中出现。我现场的观众欢呼连连，并且互相恭喜新年快乐。看第一道日头，民众拢讲实在真感动。我们大概9:10就在阿里山上，然后跨完年之后，我们就走来这上面了，然后就一直在这边等，等到日出。中华民国100年，我们一定来阿里山看第一道曙光，代表我们国家国运昌隆，新年新希望。虽然强烈寒流来袭，阿里山下早的气温嘛只有0度左右，但是在寒冷的寒风嘛是有将近13000名民众来到阿里山迎接建国百年的日头，甚至连国旗拢在来。各民众现场写卡片，要送无多来现场的亲朋好友，希望伊嘛拢感受到这份感动。都不能来阿里山这样，所以我就寄给他，做给他，祝福他100%的日出，100%的音乐会，跟100%的感动。除了迎接第一道日头，该县政府嘛举办音乐会，表彰台上万名民众，有一边看日头，一边享受优美的乐曲。大家嘛可以去手上相机记录这难得建国百年的第一道日头。以上为向该报道。